That's you. okay. That's okay. God bless you guys too. Thank I'll you, see you Mackenzie. next Thank week. you. Bye-bye.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Thank you. Thank Bye-bye. you very much, sir.也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这首歌它的歌词里面稍微比较深一点，而且研究起来稍微比较不容易。OK，我们要花点时间来看看，我们下次再找一个时间来一起分享这首歌。好，我们现在2分钟的时间，我们祷告一下，然后我们就继续下面的事情。好。哦，OK，Susan 告诉我们说他们教会周末也唱这首歌，这首歌非常好，好，我们找时间一定好好把它。把它再放一下，给大家听一听。OK，好，谢谢。对，这首歌，Jane 说的对啊，就是这首歌它是已经比较圣诗的情况之下，所以它的这个比较古典式的这种句子是比较有倒装的，是没有错，对。我们请 Herman 帮我们祷告一下，好不好？来，Herman，谢谢。好，没有关系。哦，好，我们请，那 Herman 不方便，我们请新亮好不好？新亮好久没看到新亮，新亮来，我们一起祷告，谢谢。哦，好的，谢谢。麻烦你，谢谢。好的，好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先要敬畏你，然后再爱你。谢谢你把刚才那些童工放在你手上，谢谢你，你真的如此的。你真的如此的威严，但是，Jane 和其他童工都在你面前辛苦的付出，谢谢你，谢谢他们劳苦的摆上，谢谢你啊，主耶稣啊，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把下面的时间也交托仰望，求你恩待，求你保守，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门，谢阿谢，门。谢谢，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我们常常要在诗歌里面赞美你，我们常常要在生活里面纪念你，我们常常要在我们的口舌上要述说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永远不够，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人前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述说你的大能力。我们在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之中，我们要常常，来彰显你的大爱。我们知道我们做的不够，我们还要更多、更大力的传扬福音。神啊，我们知道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有的时候环境不允许，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责难，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软弱。我们小信神啊，求你医治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站起来，让我们刚强，成为你基督的精兵，让我们能够学习活出基督的模式来啊！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把福音的字句带着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无比的力量。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啊，刚刚那首歌有一点难，我承认。然后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呢，其实非常简单，我保证现场大概90%，搞不好99以上的人都听过这首歌，OK。然后它有中文版本，已经传唱很久很久，这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然后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歌词里面的意思，非常浅白哈，OK。我们来听听看。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all our sins and griefs to bear. What a privilege to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Oh, what peace we often forfeit. Oh,
to God in prayer. Trials and temptations, is there trouble anywhere? We should never be discouraged,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Can we find a friend so faithful? Sorrow share. Jesus knows our every weakness.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Are we weak and heavy laden, cumbered with a load of still our refuge?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Do thy friends despise, forsake thee?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In his arms he'll take and shield thee. Find a solace there in his arms. Oh, in his arms we'll take and shield me. Thou wilt find a solace there. Oh, thank you, Lord. You were my solace. What a friend we have, Jesus. Sing that out, Jesus. Oh, Jesus. Oh, what a friend we have, Jesus. Thank you, Lord. Oh, Jesus. Oh, what a friend we have, Jesus. Oh, Jesus, oh,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Oh, Jesus, oh,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Okay, I want. 这首歌一定很多人都听过，对不对？你们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哈。来，我分享一下这个。这首歌其实歌词非常简单，并不困难哈，并不困难。但是这首歌呢，而且它其中有一些字它用的是比较古时候。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OK， 比较古典一点的英文，所以有一两个字啊，不用太担心，一两个字，它的写法是大家也顺便学一学看。OK， 好，这个歌词，可以看得见我的画面吗？可以看得见吗？很清楚，很清楚啊，字很大。OK， 好 ，OK， 我们看一下哈，这首歌中文的名字叫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中文的歌？翻译成什么名字？记得吗？叫耶稣恩友。我想这样你们就想起来了，耶稣恩友。第一句话，耶稣是我的亲爱朋友。耶稣是我亲爱朋友。这个是他的第一句。OK， 好，这个歌词，这个应该这个曲调大家都很熟悉 ，OK。好，我们来看看英文的歌词。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我们你记得 in Jesus， 我们常常要这样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奉主耶稣的名 ，OK，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in Jesus, in Jesus. 我们常常要讲，我们在耶稣里面求，我们是在耶稣里面求。我们中文常常翻译成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in Jesus。这是我们祷告常常说的。Okay, what a friend, what a friend. 这个是问句吗？是问句吗？不是问句。这是一个赞美的 ，Okay? What a friend! What a beautiful flower! Okay? What a wonderful house! What? Okay? 这个是一个哇，这是何等的，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朋友啊！这是一个多好的朋友 ！What a friend! Okay?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我们在耶稣的里面，你看我们有一个。何等好的一个朋友 ，What a friend! OK, 这是赞叹。OK, all our sins and griefs to bear. 谁可以告诉我 sin 什么意思 ？Sins 什么意思？罪。OK, sin 是罪。哦，对，有人叫恩友哥哈，耶稣恩友，也有人翻译成耶稣恩友。OK, 好，罪。Grief 是什么东西 ？Grief 可以告诉我吗 ？Grief 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两个字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名词，一个是 sin， 一个是 griefs。OK， sin 是我们的罪 ，grief 是什么？忧虑、忧闷、忧伤 ，right？ 悲痛。比如说家里面他家里有亲人去世了，他的那个就是 grief， 他的心里的悲痛，他的婚姻失败了，那是一个 grief，right？OK，、okay, 他的。这个 grief 不是一般的，不是考试没考好的那种痛苦，不是这样。这个是真的是内心非常忧深、很深刻的这种啊、忧伤、这种难受哈。OK， 好。What a privilege！ 谁可以告诉我什么叫 privilege？ 哎，你们大家不是每个人都有 privilege。OK， 我们念的时候，我们念读圣经的时候是一个一个按号码来的。你没有 privilege， 什么叫 privilege？ Privilege 是什么？ Right， 权利。Okay. 还有 OK， 优先的权利，对吧？ OK， 他因为他爸爸的什么什么人是什么局长什么什么，他就有 privilege。他入学的时候，他第一个入学，这个就是 privilege。OK。他因为他有身高的优势，所以他在我们班上每次跑步的时候，他是领队的，他跑在前面，这个是 privilege。他因为家里有钱，所以他吃的这个午饭，他带的盒饭特别好吃，这个是 privilege。OK， 这个 privilege 这个字是在重音在第一个音节。What a privilege！ 我们前面讲是 what a friend， 你注意哈，他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这歌词为什么能传颂这么久，是有道理的。他写的东西里面都是对仗的 ，OK， 他都是有一个，我们中文是用押韵啊，对仗什么，英文也有这一套的 ，OK。What a friend， 前面是 What a friend， 后面是 What a privilege to carry。这个是谁有这个 privilege？ 谁可以告诉我谁有这个 privilege？ 谁有这个优先的这个优势？谁有这个优先的权利？谁有呢？讲的是谁呀？是耶稣吗？还是你跟我？是谁？耶稣。No， 耶稣没有优先的权利。进天堂，你记得吗？最小的最后是最大的，最大的最后是最小的。What a privilege to carry， 指的是我们，你跟我，我们这些小小的，像。一般的小老百姓就是一般的普通人 What a privilege 我们是有这个绝对的优势我们有这个很棒的优势我们要做什么 carry 下面注意了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这就是你的优势你可以做这是你优先的权利这是你好棒上帝给你的权利我们有多少人做到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做到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In prayer, 我们知道在祷告之中我们在祷告之中把所有的东西都带来给上帝。痛苦的难过的悲伤的我考试为什么考不好我为什么什么你所有快乐的痛苦的都可以跟上帝分享。What a privilege! 上帝给你这个优先的权利你可以做这件事情。OK?
所以首先告诉你，你有一位好朋友。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在耶稣里面我们有一位好朋友。What a friend. 在这位朋友呢，他会做什么事情？这位好朋友 All our sins and griefs to bear. 你注意他有的时候为了要对仗要押韵，你注意看这个 bear， 他的第四句是 prayer， bear prayer， 他是押韵的。OK， 好，所以为了要这样，把这个 bear 放在最后这个字。All our sins and griefs to bear， 他会帮我们承担我们的罪，还有我们的忧伤。哇，这个朋友太好了！你世间有哪一位你的朋友可以帮你承担你所有的罪跟你的忧伤？没有，我们人世间找不到这样的朋友。但是我们有在耶稣里面，我们有一位这样的朋友。OK， 耶稣就是你这样的一位朋友。And what a privilege！你有他给你这样的优先权利，你这个权利是什么？只要你信主，你就可以把什么？把所有的东西 carry，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过来交给上帝，在祷告里面全部交托。你痛苦的，你不高兴的，你觉得忧伤的，你觉得愤怒的，你什么你都可以交给上帝。哇，那你就轻省了，不是吗？你交出来了，你不就轻省了吗？ right？ 好，这位朋友很特殊。OK， 下面 Oh, what peace we often forfeit. Forfeit 是什么东西？谁可以告诉我什么叫 forfeit？ 你注意它都是用 what， 哇，如此这般的，这样的，这都是一个赞叹句啊。你看像这样的这些平安 OK， we often forfeit， 我们常常 forfeit 了。什么叫 forfeit？ 谁可以告诉我？失去。好，失去，这个失去 forfeit 跟我们的 loss， 我们掉了东西，掉钱了，那个失去有什么不一样？谁可以告诉我？这是失去，可是你这种失去是怎么样失去？我告诉你，这个 forfeit 不是你那种啊，请说。损，是不是损失？不该有的损失吗？不该有的损失。还有呢，这个 forfeit 跟我们一般掉钱，我掉了五块钱在公车上，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呢？都是失去，我没有了，有什么不一样？这个 forfeit 用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哈，比如说到时间你该交罚款，你没交，你就失去了什么东西，可能你的保证金就给收走了。 OK， 这是你 forfeit。你本来有这个权利，但是你因为不珍惜它，所以你就没有了，你就失去了。所以 forfeit， OK， 比如说信用卡说下个月3号之前你要交，你如果没有交的话，我告诉你，那我们以后就对你保留这个追溯的权利，本来是给你免利息什么什么好处，现在你那个我给你拿掉了，你就损失了这个 forfeit。OK， 你本来放在我这里的押金，因为你没有按期的交什么东西 ，OK， 你那个押金没了 ，forfeit， 你就被收走了，这个叫 forfeit。跟你掉了五块钱，我走在路上不小心十块钱掉地上，那个失去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常常 we often forfeit， 我们人常常怎么样？常常是因为我们就不在意这个东西，你不珍惜这个东西。你没有按规矩来，你就失去了，你就损失了。OK， 所以常常我们内心本来该有的平安，我们该有的什么，我们是因为这个原因 forfeit 就没有了。啊，太可惜了，是不是 ？OK， oh， what needless pain we bear。这里你注意哈，又是 bear 跟 prayer， right？ 又押韵哈，他把这个 bear 放在后面。这讲的是一个 needless， OK， needless 是什么？根本不需要有的痛苦。哎呀，你痛这个痛那个，其实你这是可以避免的，你可以不要有这个痛苦啊。We bear， 我们自己扛着，我们自己承担着这些根本不需要有的痛苦。你看，我们失去，我们自己因为不小心，我们自己因为自己的不在意，我们损失了这些平安，同时呢，我们这些不需要承担的这些痛苦，这些都是因为什么原因？ All because we do not carry， 又再讲一次，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这些所有你上面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怎么样，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些所有的东西，我们的痛苦，我们的难过，我们的什么东西带到神面前，在祷告里面带到神面前来， in prayer， 在我们的祷告里头。所以这个 prayer， 这个祷告多么重要，你在这个里面你要把你所有这些带到神的面前来，你交托给神，让神去帮你去照感这些事情，这个是多么重要。好，下面我们再看哈，你看他又是在压这个 R 的韵哈，第二句也是 anywhere prayer r 都是 r 在后面的 R 的这个音啊，这个尾音，所以这是一个押韵的。好，我们注意看， Have we trials and temptations？ 我们现在的英语我们会说 Do we have right？Do we have trials and temptations?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有 trial 是什么？ Trial 是什么？试炼。试炼。OK, temptation 呢？试探。试探或者是诱惑，对吧？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诱惑，你跟我们一块儿去赌钱吧，这就是 temptation。 你保证你，我告诉你一个晚上赚三万，去不去？ temptation right? trials 呢？ trials 是我们接受很多的试炼，对不对？ OK, 我们也要接受审判的，所以 Have we trials and temptations? 我们不是都有这样子的 right?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OK, Is there trouble anywhere?Anywhere, 你在你周遭，你看看你哪里是不是有什么，有 trouble。 这个 trouble 不是，不见得是指说啊你遇到麻烦或者怎么样，而是说你遇到你内心，也我们常常圣经里的 trouble 指的你内心里面的怎么样，内心里的难处，内心里的挣扎，内心里的煎熬，都是 trouble。 OK, 好，这是两个是你的问句，你在人生里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啊？你有第一条，你是不是有试探，你有试炼，你有接受到诱惑啊？第二个，你是不是你什么，你周遭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有让你很困难的地方，很艰难的地方，有难处啊？ OK, 下面就告诉你， We should never be discouraged. Discouraged, 我知道 courage 是要有勇气， discouraged 是什么？是反义词。我们永远不应该被怎么样？ discouraged 应该怎么翻？ Jane 觉得应该怎么翻？Be discouraged. 不要失去，就是信，不要失去信心吧。不要失去信心，不要失去勇气。沮丧。不要被不要沮丧，不要一振不起，一蹶不起，对吧？一蹶不起。一蹶不振啊。一蹶不振，我的中文很烂。OK, we should never be discouraged. Courage 是有勇气的。Discourage 是没有勇气的，我们不应该受到这种打击然后就一蹶不起，不应该这样。你要该怎么做呢？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你受到打击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受到这些试探，这些诱惑，这些太难了，人生太难了，我该怎么办呢？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我应该在祷告里面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OK,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人生啊很重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的孩子从很小开始，幼儿园开始，他去学校最高兴的一个字就是 friends, she is my friend, he is my friend。 你知道那个小小孩他们把朋友这两个字看得多么重要吗？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我朋友。而且他有哪一天跟人家吵架了回来跟你讲 She's not my friend anymore, 他不再是我的朋友了。哇，这是他可以给别人最大的惩罚，就是说出来一句话，你不再是我的朋友。所以朋友我们从小就多么看重，朋友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Can we find a friend so faithful? 什么叫 faithful? 谁可以告诉我 faithful?谁知道 faithful? 我们在圣经里读了很多次的 faithful, 这个 faithful 什么意思？
Esther 知道吗 ？Faithful。Can we find a friend so faithful? 忠诚，忠实的吧，应该。忠实 ，faith 是有信心 ，right？ 这个朋友对你有信心，他支持你，哎，你不用怕，你去做，我支持你，我做你的后盾。这种朋友是怎么样？是忠诚的朋友，对不对？因为他一直在支持你 ，faithful。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朋友永远不背弃我们，永远是支持我们的？很多吗？有这种朋友吗？你在人生里面你找到过几个？你告诉我。不怕，你输钱了我帮你贴钱， OK？ 不怕，你需要支持，你家需要做什么事我明天就到你家去，去帮你做这个做那个。有没有？有，但是好少好少，凤毛麟角， right？ OK， 这里有个句子问你， Can we find a friend so faithful？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朋友如此的信实，对你如此的忠诚，能不能找到？ Who will all our sorrows share? 注意啊，这个地方是他为求押韵，所以这个 share 跟 prayer again， 他在押那个 r 的那个韵，所以他都把 share 跟 prayer 放在字的最后面，让它能够形成唱起来的时候更流畅，好像在押韵的感觉。 Who will我们如果正常的英语讲，我们是说 Who will share all our sorrows? 谁会帮我们分担 sorrows? 什么叫 sorrows? Sorrows 是什么？你家里有人去世了 ，sorrows。你出了意外 ，sorrows。还有什么情况用 sorrows？你这一辈子残疾了 ，sorrows， right？ 什么叫 sorrows？ Who can tell me？ 悲伤，悲伤，悲苦，而且是非常非常深的那种悲痛在身体里面。我们常常心里面，比如说我们失去一个家人，这个家人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们因为这样而残疾了，这是我们的 sorrow， 我们心里非常非常深刻的悲伤。谁会跟你分担这种东西啊？你到人家家里去，或者你跟朋友讲一讲这个事情，哎呀，我悲伤的不得了，我苦啊，比如说我失去了我的太太，我失去我的亲人，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失去好多好多人，你这种是 sorrows， 非常非常深的 sorrows， 我能跟你们 share 吗？你们谁可以不停的帮我 share 吗？帮跟我来分享这些事情。你讲第一次到他家去讲一讲，他也许愁拥似的跟你啊，是啊是啊，哎，你不要难过了，哎，你不要伤心。第二次你再讲，哎呀，是啊是啊，你不要难。第三次、第四次，可能他就要找借口躲你了，是吧？人就是这么不可靠，人没有办法，因为谁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So who will all our sorrows share? Who will share all our sorrows? 谁可以分担你这么多的悲伤啊，谁可以啊？ OK， 下面注意看， Jesus knows our every weakness， 耶稣知道我们所有的 weakness。 什么叫 weakness？ 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有 weakness。 什么是 weakness？ 弱点，缺点。 OK， Jane， 你告诉我们你的弱点是什么？我胆小。好，太好了，我与你同在。我跟你是同班同学。还有什么弱点？来，再说出来，还有什么弱点？穷。啊？什么？什么弱点？还有谁有什么弱点？脾气暴躁。尽量有什么弱？啊？脾气暴躁。脾气暴躁，太好了，我与你同班同学。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脾气暴躁是第一名，你别跟我抢。我那个是耳朵根子软。耳朵软是不是？就是别人说什么你就很容易听受影响。我就特别容易相信，特别容易受影响，然后就他也说的有道理，他也说的有道理，然后自己就没主意了。哎，我跟你同班同学，我有这个毛病，没错。我耳朵太软了，我简直耳朵都是一摊像奶油一样，我软得不得了。OK， 还有谁？还有什么缺点？还有什么是我们的弱点？还有什么弱点？
没有安全感。啊？你说还有什么弱点？心太软。心太软，那也是个弱点，没错。还有什么弱点？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对，我也很没有安全感，但是我比你强一点，就是我每次都故意装得很有安全感的样子，但我其实自己内心，我跟 Jane 一样怕的要死，我是那种里面非常一团烂，烂的已经不得了，但是我外面要装得很强的样子，别人暂时看不出来，我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其实人家认识我一段时间之后都很清楚。还有什么缺点？我们有好多缺点，对不对？欢争论。啊？还有什么？对不起。喜欢争论。喜欢什么？喜欢争辩。争辩，嗯，对。哦，哎，那我也第一名，哎，那个我也第一名。而且我为了面子的问题，我不管这个事情对与错，我一定要争辩。这个我第一名，我常常干这种事情，因为我不愿意认输，因为我不愿意承认我是弱者，是吧？嗯。其实在我开口的第一句争辩的时候，我就已经输了，但是我不愿意承认。而且常常因为这个原因我伤害别人，我在口舌上与人争辩，我伤害人，而且我有的时候伤人让别人痛苦很久，我不自知，我不改，我死不悔改，这也是我很大的弱点。 This is my weakness, right? 对，所以，还有就是，嗯，那个什么没有，就是做什么事没有坚持到底的那种恒心。哦，这个朝三暮四，就是一下就放弃了，很容易放弃那种型的。就有三分钟热度，就是说一件事情老是。你可能没有，我是一分半的热度，我有时候一分半热度。我今天这个读经，这个英文读圣经，我能坚持这么久，这已经开记录了。如果没有圣灵引导的话，我肯定做不了这么久的。OK, 没错。这都是我们的缺点，我们有很多的弱点，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再好再成功，在人的嘴巴里述说再成功再棒的人，你用放大镜去看，你一定能找到什么东西，他一定有很多的弱点，有的时候只是你不知道，有的时候只是他很会假装。像我这样子，我在很多面前，很多人面前我很会假装，因为我不想承认我输，因为我不想承认我是有弱点的，因为我想装得很完美，但是我在人前装得再完美，你知道有一个人，他肯定知道，他从头到尾都很明白我，你知道是谁吗？主耶稣基督。对，耶稣。他很清楚我，常常我自己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我里面就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哎，你算了吧，你别装了，我都很明白你的。但是我在人前，我要表现我是一个很让人看得起，我怎么能让人看不起我呢？我怎么能承认我不是完美的呢？我怎么能承认我是一个乱七八糟的？我怎么能承认我里面这么软弱呢？不可以啊，我要装得很像的样子， right? Jesus knows our every weakness. 不只是 weakness, 是 every weakness.你的每一点每一滴，你每一样弱点，你的所有的缺点，耶稣都非常清楚。好，他这句话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耶稣已经知道你。但是你觉得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哎呀，要是耶稣到时候告诉全世界我是这样一个烂人，那怎么得了？你不用担心，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你要把你这所有的事情带到耶稣的，带到主的面前，特别是在祷告里面。That's the reason why 做一个基督徒，你做一个世界上的人，你的祷告是多么多么的重要。你不只是为你自己祷告，你也替别人祷告，代祷。每一个人都需要祷告，我们自己尤其需要祷告。祷告里面有几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你要赞美神。当我们开始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心慢慢安静下来。刚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们都是很迫切的要祷告很多事情。神啊，我现在下个月我就缺500万，明天我又缺50万，哦，我孩子又有什么事情，我丈夫又有什么事情，我家里面什么什么，我们有好多要跟神倾诉。
但是请你在讲这些之前，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是你赞美神。你赞美神的时候，你就把整个心就安静下来。你安静下来以后，赞美完了神，然后你把你所有内心现在有的焦虑不安，你在担心的事情一个一个一个告诉神。香蕉、苹果、橘子、凤梨都可以放在桌上，都把它摆出来，你告诉神下一步我应该做什么。我都摆出来，我告诉神我有这么多难处之后，我所有的弱点我都讲出来了，那么下一步我该做什么？谁可以告诉我下一步做什么？哈，还是你们到这里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就走了，是这样吗？操练。你要怎么操练？你现在在祷告之中，你要跟神说什么？下面你要说什么？我把香蕉、苹果、西瓜全放出来了，这都是我的难处，都是我的弱点。那我该怎么办？下一步我做什么？你如何祷告？一般都说，求你帮助我，修正我。OK， 你要求怎么样？你来修正我，神，你来修正我，神，你给我把这个都做好了。我现在缺500万，神，你把我那个500万给我补齐了，是这样吗？是。啊，我还没有求过财。那你到底要求什么？比如说你有很多的缺点，那事情已经发生，你有很多难处，那你要求什么？你到底要求什么？求他带领。求带领 ，right？ 带领是什么意思啊？他的旨意让我明白，在这件事上，他对我的旨意，我自己明白。OK。引领，注意啊，引领这件事情是谁走在前面？是你走在前面还是神走在前面？神啊，神走在前面，对吧？对，那才叫引领，对吧？不然就你自己走算了，right？ 对，一定是神走在你的前面。首先态度要正确，是神走在你的前面，神你引领我走，你叫我走左边还是走右边还是走中间？还是走 1.2 公分的那一条，走哪一条？ Right， 这才叫引领， right？ OK， 好，你求引领，还要求什么？安慰。求安慰，非常好，因为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的苦楚，我们是很没有信心、小信的人，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受了伤痛。刚刚讲这个 sorrows 是非常深的这种悲痛，我们遭受很多的打击，我们遭受了诱惑打击，什么样的事情都有，我们要求安慰，还要求什么？你终究要面对现实吧，这些事情自己就没了吗？有。那该怎么办？那怎么办？ 求智慧。谁说求智慧？这是谁？问你。OK， very good， 求智慧。求智慧，你要求智慧，神，你要开我的眼睛，开我的耳朵，你要把我的思路帮我整理好，你告诉我怎么做，我要智慧，我才能好好的面对。我有的时候我们要求坚强，因为我很软弱，对吧？我跟你们一样，我跟刚刚那个 Mary 讲一样，我耳朵很软，或者我有什么什么的弱点，我要求啊，神，求你让我踏过这一步，我能够好好的去做好。我求坚强，神，求你让我站起来，神，求你让我奋斗，不要每天我睡到十一二点才起床，不要让我每天在那里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不要让我怎么样，我有很多的缺点，神，求你让我站起来，我要好好面对这些。 OK， 然后呢？然后你祷告做什么？你的祷告接下来做什么？然后就阿们了吗？你觉得下面我们要怎么祷告？倾听神的带领。倾听，然后呢？求他时刻帮助着我们，引领着我们，除去我们身上的苦。OK， 让他能活出他所要求的好来。OK， 所以你想活出基督的样式来。
神啊，你当初造我的时候，你看伊甸园里面的用那个土造你的样式来造我，现在我想在我的里面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我们求智慧，求他与我们同在。然后我最后要干什么？我最后这个祷告我要怎么办？感谢赞美。啊，所以了，重点，我们这个祷告是从感谢赞美开始，我们也要用感谢赞美再结束，对不对？这就好像画了一个很完整的圆，你又回到这个圆的，画了一个很完整的圆，非常美好。所以我们刚刚开始就是要赞美神，我们最后也用赞美来。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 In Jesus name Amen，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Right， OK， 好，我们再来看一遍哈，这个歌词我们请 Mary 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第一段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来。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Uh-huh. All our sins and griefs to bear,、uh-huh. and what a privilege to carry. Privilege, 来注意 privilege. Privilege,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Prayer. 啊哈，这个 prayer 的 pray 是一个长音，你把嘴巴往左右拉开。Prayer, very good. 好，我们请下一位来，请下一位来。O、oh, 从 O、oh、开始来，下一位谁可以帮我们念一下？55号 Lydia 举手了。好 ，Lydia 来。O、oh、O、oh, what peace we often forfeit,、uh-huh. or what needless pain we bear.Uh-huh. Oh, because we do not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好，这两段最后通通都是叫你干嘛？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你把所有的东西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请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到神的面前，在祷告里面带到神的面前来。很多人不好意思带到神面前，很多人忘记带到神面前，很多人说不出来，不习惯啊。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习惯，因为他是你的阿爸父神，是你天上的父，你必须习惯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在祷告里面把所有的都带到神的面前来。你注意了，他里面讲 What a privilege， 这是我们的优先，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权利啊。外邦人有这个权利吗？没有，因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信神，所以你有这样的权利，这是你的优先权利，你不享受吗？你不做吗？你要放弃吗？太可惜了 ，right？ So what a privilege！ 你注意这个 privilege， 当你理解这个 privilege 的时候，你会非常的骄傲，而且你会觉得太棒了，我要做基督徒，别人没有的优势，我现在有了。我有这个优先的权利。What a privilege to carry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那些外邦人，当他们有痛苦，他们内心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们没有人可以帮他们解除这些问题。他们也没有一个人说有一个大能的神，他可以把一切都带到神面前。这是你所有的 privilege. 你有这个优先的权利，你有这个优势在。Okay. 好，我们再请一位来念，来。Have we trials? 来哪一位 have we trials and temptations? Is there trouble anywhere?、Mm-hmm. We should never be discouraged.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And Lord, huh? And to the Lord. 我们要把它带到主面前，在祷告里面带给主。Okay, 所以这里面讲到的都是我们的难处 ，trials, temptations， 没有人没受过诱惑，男的女的都一样，我们有各种诱惑。从我们刚刚圣经里面讲，从伊甸园里面出来以后，各式各样，在伊甸园里就有诱惑，那个蛇就诱惑你了。出了这个世界，出了伊甸园以后，那诱惑更是满坑满谷的，每天都有不停的诱惑。我连起床都要挣扎，我到底是7点该起来就起来，还是我可以再赖赖床睡到10点钟？
这个就是 temptation， 这是诱惑啊，这床多好的事情，在接下来冬天我诱惑更大了， right？ OK， so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记得吗？就这几个字，多么简单，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在你的祷告里面把它带给神， OK， 不要忘记。好，我们最后再来 Sally 来帮我们读一下。 Can we find a friend of a soul faithful, thank you, who will all our sorrows share. Jesus knows our every weakness.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好，你看他的第三段跟第四段最后一句都是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他带到在祷告中带给神。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这个话我们应该多念几遍，让我们很流畅的来念这几句。OK， 好，前面第一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段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好，还是一样。第二段 ，Everything to God in prayer. 好，第三段结尾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这个歌唱下来。如果四段唱完了之后你还是不祷告，你还是不能把所有的都交托给神的话，太可惜了。 OK， OK， 所以好，我们现在来再听一听哈，这个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歌哈，看是怎么样。好，现在把这个我们再来听一次，我想这一次我们就会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在唱的是什么东西。 OK，要不要我来分享？哎，我刚刚那个有，我刚刚有。等一下，我在这个，我把它打开。不好意思，刚刚把它关了。好，我现在分享。这个手残比较慢一点。看一下这个歌哈，我们这一次看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学过了这个歌词，我们这次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的明白，同时我们下面有中文的翻译，我们来了解这个歌哈。 OK，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Do thy friends despise, forsake me? Take it to the Lord in prayer. In his arms and take and shield thee. Thou wilt find a solace there. In his arms, oh, in his arms will take and shield me. Thou wilt find a solace there. Oh, thank you, Lord. You are my solace. Jesus. Oh, what a friend we have, Jesus. Sing it out, Jesus. Oh, Jesus. Oh,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Thank you, Lord. Oh, Jesus. Oh,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Oh, Jesus. Oh,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Oh, Jesus. Oh,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Okay. 今天跟大家就是分享这首。 这首歌 What a friend 中文我感觉上我不晓得大家意见怎么样我觉得中文没有把那个味道给很难翻出来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他是这样的一位朋友哎呀何其美好的一位朋友 What a friend What a friend 是一个很赞叹 OK 赞叹的一个句子哎呀 What a beautiful woman 是如此的一个大美女啊 Right What OK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我们在耶稣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太美好了。OK， 好。OK， 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OK， 对我有一段没有讲，对，因为那个歌词没有出来。OK， 没关系，我们下次再讲。今天时间不耽误太多，谢谢大家。OK， 好。然后我们请一位姐妹来祷告，我们请。我来祷告吧。好 ，Mary， 请你祷告，谢谢，麻烦你。我好激动啊！ 亲爱的天父阿爸，主耶稣，我爱你，感谢你，你瞬间让我，我从昨天晚上就有一个疑惑，我昨天晚上听了一堂公开课，然后我心里产生了很多问题，我就一直不知道怎么解决，而我不是，因为我就觉得在基督的世界里。 讲课传递给我的信息，我感觉好难。我昨天晚上就在呼唤主耶稣，今天早上一早上我就特别感动，我不到5点我就起来，然后就开始祷告，然后我就泪流满面，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但是今天这首歌刚刚金老师说的，给我瞬间我就觉得。 对，还是什么事情都要交托给主耶稣。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缺点，我们的不解，我们的疑惑，只有在主那里才能得到释放，得到答案。问人是不可能有标准的答案的。所以说，我瞬间就觉得特别激动，又一次提醒我一定要走在，让主走在前面，带领我们去做我们。 迷惑的是，我们拿不定主意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新人，不是我们现在是在基督的世界里，我们现在是和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大能的主做我们的后盾，还有大能的神了解我们的内心，我们的。 明察，就我们内心想的什么都懂，都会帮我们解决。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总是忘记，
什么事情应该先交托到主的手里，什么事情应该是先去请教主，去请教主应该怎么办，让主给我们答案。感谢感谢今天的守的，感谢兄弟姊妹，感谢金老师，每一次在我遇到困惑的时候总是最关键的时候出现，太激动了，谢谢谢谢主耶稣，肯定是听到我的求告了。我刚刚还在一早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突然昨天晚上就觉得哦，在基督的世界里这么多规规矩矩要做，感觉好难。但是今天早上我又一次去求主赦免我很多的时候，我也是我们每天很多的时候都在犯错误，然后很多的思想也不正，但是求主一定要修正我们，当我们的思想不符合基督的要求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修正，把我们潜移默化的就改变，求你带领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们爱你，谢谢你，求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与我们相通，让我们每天因为有你而感到踏实安全，因为我们每一个在你的世界里的人都希望活出基督的样子来荣耀你，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就犯错误，不进不浅，但是请你宽恕我们，因为我们毕竟是不是神，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你的话语，去理解，去做，去行。但是亲爱的主耶稣天父阿爸神，求你一定一定不要嫌弃我们，求你一定一定引领我们，牵着我们的手一直往前走，因为你是用你那么大的慈爱来救赎我们，我们也是非常的爱你，在你的世界里我们希望与你有亲密的关系，我们希望与你一直同在，亲爱的天父阿爸，谢谢你，谢谢大家，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我记得我几个月以前的时候，有一位刚刚信主的姐妹问我，哎呀，我不会祷告，你们都好会说，你们说的那些，哎呀，一条头头是道，你们说的那些词句，我希望不是只是那些华丽的词句，我希望你说出来，你祷告的时候，你是真真实实，你明白你在说什么，而且你真真实实有那个感受，所以你祷告 ，OK， 所以我一直讲说，就是说你信仰上的事情是。你跟神与之间，你跟神之间的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关系，你感受到，你体会到了，这个就是你的信仰，而且你终生不会放弃， OK，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像什么？就像一个心腹与良人的关系，你爱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也爱护你， OK， 就好像新郎新娘的关系，心腹与良人的关系，那样的亲密 ，OK， 这个的话，如果你能在你的信仰里面，你一直珍惜你这位忠实的朋友基督耶稣的话，你就会有这种亲密的关系，而且你一辈子不管你到哪里去，你都可以带着这个关系去，没有人可以拆散你这种你跟耶稣基督、你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因为你在祷告之中。你就已经找到你的方向，你在祷告之中就有这种亲密的关系在。感谢神，我们今天这首歌非常简单，不是很难的英文，我们希望借这首歌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些，然后大家如果有其他的感触，我们可以在群里面分享，如果有读到更好听到更好的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君老师，不是老师，我们是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为在下一次的分享没有分享的部分，感谢卷，不谢谢，
不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的参与，因为你们的参与，因为我也有时间跟你们分享我的东西，所以我很希望就是在耶稣里面，我们都是同班同学，因为我刚刚跟你们讲了，你们所有的缺点我都有，而且我都犯过那些毛病，我没有一条没犯过，而且我还在犯毛病的过程里面还争取第一名，所以大家了解，非常美好，非常美好，爱的盛宴，感谢主。讲解这个英文部分仔细的也是第一名，我从来没听到这么细的讲解。最感人了，叫深入我们的灵魂，安慰我们的心，感谢主，感谢卷。我想说一个汉语的问题，就是创世纪那有一章那个蛇对那人说话，是不是说明就是说在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那动物也是会说话的，那蛇为什么会对他说话呢？他的蛇最初的时候会说人话吗？我觉得那个时候在灵里面都是可以说话的，都是可以交流的，绝对可以交流。对对，还有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那不是那个他吃了他的果子，然后那个神说他会和我们一样，然后就不能让他这样，必须让他离开伊甸园。为什么那个耶和华是独一的神，那他说的那个我们是指的谁啊？是天使吗？那就说明天上还有谁，那他为什么要说那句话呢？那一天你们有没有听到 Sandra 老师在讲的时候，他在讲创世纪里面，他特别讲到这个是有除了我们的主以外还有圣灵在，所以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是用 us 用我们，而且用复数 ，OK， 就是他们的看法是这样子，对。还有那个，那怎么那么多？还有就是说他那个说的，对那个亚当和夏娃说你的后裔也会受什么什么罪，你的女的后裔也会受什么？那男的女的，他们的后代不都是说，男女结合成为夫妻，他们的后代不都是一个人吗？他那边的孩子不是同一个人，他为什么单独给他说你的后裔怎么他的？我觉得他那个地方是特别要强调男人跟女人的职分，在后代以后，所有的后代的男人跟后代的女人都要受什么样的苦？男人的话要绝对要在田里面耕作。然后呢你要有劳货有辛苦，然后你才有收获，你才能吃。女的后裔是指的耶稣，就是说这里他是创世纪，对我们现在还在创世纪嘛，对，现在还在创世纪，对，然后所有后代的女人，我们这些女人都一样，我们在怀孕的时候我们要受的苦，然后这些全部都有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是指的，他这个地方就是男的指的凡称所有的，他分开讲了，就是说我的理解是成为就是他两个是夫妻，那他后代应该是一个人，那他这个地方是指的男的后代是指的所有的男人，女的后代代表夏娃的后代代表所有的女人，那么所有的女人都要经过这个生产的痛苦，然后生产的时候都是非常痛苦的。那这谁说的？女的后代指的耶稣怎么讲？请恩典开麦给我们讲讲吧，可以方便。黑妹，黑妹，你俩都说。好。黑妹姐姐说一下，麻烦你说一下。黑妹姐姐。他这个我们 也代表圣子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不好意思哈，那个我那个手机这才登录。是这样的，我听过那个牧师讲过，唐崇荣牧师也讲过的，他就是说那个
犹太人他们的就是当时他们的习俗，他们的后裔都是记在那个父亲的名字下的，所以说那个耶稣的家谱你看都是说什么什么，就全是那个男的什么什么生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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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什么什么，是是啊，他就是指的就是男的后裔，就是指的人类的后裔，就亚当的后裔，是就是女的后裔，就是特指的耶稣。嗯，是这样的。好，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习惯，在民国时代的时候都是有族谱的，只是现在都没有了，以前是有族谱的，族谱的里头是不记女的名字，女的女人没有名字，你叫陈阿花他就给你一个字陈氏， OK， 你叫李小美他就是李氏，到今天越南也是这个样子， OK， 越南女人的前面都有一个李氏，然后后面再加他们的名字，他这个氏到了越南文化也传留下去，对，所以就Mary， 这个我可以帮他赫们解释一下吗？他刚才说了，就是男人的后裔啊，男人的后裔呢，就是指肉身的后裔，就是地上的男女通过亚当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肉体的情欲交合之后的后裔，我们都是，所以他就称为是男人的后裔，而女人的后裔呢，只是圣女玛利亚。她是童贞女，她是通过圣灵感孕，她没有和她的未婚夫约瑟成婚，就是说在新约的四福音书里的故事，这个圣女玛利亚是被圣灵感孕，她就是被天父神，她被圣灵亲自的，就相当于是历史上第一个代孕的母亲，她就是相当于圣灵，上帝把一个受精卵放在这个童贞女的子宫里，所以她没有经过男人的精子和女人的卵子的结合，她是完全一个完全的圣洁的子宫里得了一个天神圣灵的感孕的一个受精卵放到了她的子宫里，她因而怀孕生出了耶稣基督，所以跟男人毫无，就是跟地上的男人毫无关系，所以他就不是男女地上的男女结合的，就刚才哥们说的就是指男人的后裔了，那女人的后裔就是单指耶稣基督，他是圣灵的天父的给的一个受精卵放在他的这个代孕妈妈的第一个代孕母亲的子宫里，让他完全生出，而且圣经写的特清楚，在约瑟娶了他以后在生下小耶稣之前他们没有同房，一直是让这个同房，就是他为啥对夏娃说呢，他是那个对，这不是创世纪3:15这样说的，那个不是在后边四福音里记载的，他现在不是神对那个夏娃和亚当说的吗，对对，他就是说刚才说了亚当的后裔就是我们这些人肉身通过男女的这个下来的叫亚当的后裔，那所以他刚才其实郑老师说的特别好，跟您说了一下，就是说他是个男女的职分，男人主要是在田里种田哈，我的理解就是也是在田里种田的职分，而女人就是生产养育后代的职分，那么再从这个后裔来说，就是你女人的后裔会有一个耶稣基督，是单从你女性的子宫里出来的，跟男人没有任何关系而生出来的，所以他称为女人的后裔，他女人的后裔会打蛇的头，而且你刚才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蛇他为什么会讲话，而且就是在创世纪里确实的，因为蛇那时候是个美丽的形体，他也不是我也听牧师说他也不是那个在地下爬行的那个样子，他原来是会说话而且美丽无比的一个形象，而且肯定是一个美的不知道 how beautiful 的一个美女都难说，然后后来变成了一个终身吃土的在地上爬的一个非常丑陋可怕的一个形象，那是神把它变成那些是一种咒诅 curse 啊，在他身上，而且那时候后来他也不会讲话，也不会说，之前他肯定应该是
对，你这个问题问特别好，我觉得对啊，他那时候是会讲人话，会讲话的，就是起码人可以听得懂的。啊，就不知道能不能解。我说一下哈，那个就是关于那个受精卵的那个就说法哈，好像就是有比较大的那个意义。嗯，那个就是可能当时那个大卫，好像是这个说法是那个大卫鲍勃牧师提出来的，他可能是为了让这些人就是更形象的能够理解这个问题。但是那个他受精卵的话，他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虽然不是男人和女人的那个精子和卵子结合，但是受精卵的那个形容的话就是要和女人的卵子结合才行。但是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就是圣灵感孕，因为那个造物主他那个他可以让任何事情的发生，因为他是创造的主。所以说的话就我就觉得哈，我也赞成他这个观点，就是说受精卵这个说法就是不是太非常的符合圣经，我们只能说它就是圣灵感孕。啊，我说完了。谢谢。对，是没有就是已经完成的一个受精卵，就是它没有经过男女双方的这个精卵的，就也不是说上帝和玛利亚中间完全是圣洁的，只不过是把已经完成的一个受精，就它已经完全是成新的胎儿的胚胎，直接放在他的子宫里，他只是一个代孕的母亲，就像现在的试管婴儿一个道理。所以他们也有讲，就是相当于，因为他是这样解释，就是相当于他、这个、这样大家就能明白。这个就是一个形容，他对也他可能就是他这个因为没有，也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明白到底这是咋回事。那现在你看试管婴儿，然后代孕母亲这么多，其实上帝早就这样造都可以，这是完全是可以实现的。最早他已经把这个啊也，但是现在你说的那是很对的，那是完全是男女经过结合之后才会有一个受孕，但那个是圣灵的感孕啊 ，totally 是 holy 的这样。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创造主他不一定要按着我们人的这种方法，因为当初他创造亚当的时候就是用尘土造的。也没有什么受精卵那些之类的哈，他那个造夏娃的时候也就是用一根肋骨造的。所以说的话圣经他告诉我们那个玛利亚就是圣灵感孕，我们就这样说就可以了。因为如果说那个受精卵的话哈，有时候就怕有些人哈，因为有这种歧义啊，或者这种的话就是不是非常的那个贴合圣经，就是这个意思。他本来他的意思可能是好的，就是为了让人能够更加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就是掺杂了人的语言，就是这个样子。谢谢。我觉得非常感谢神啊，我们这个弟兄姐妹中间，我们各种高人都有，各种能人都有，而且信仰上都根基都是非常深。我跟大家多多学习，感谢神，真的是感谢神。感谢。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大家先休息，我们明天再会，好不好？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在群里面再讨论。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会，你们都辛苦了，你们比我更辛苦，你们说的话比我更多，谢谢，感谢你们。好，老师们都睡个觉，哎，好的，拜拜。